是我，我要去帮救兵。阿姐，若阁放心等我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杨家将绝对不惊任何的危险。原来你是杨家将。 将军，将军，你去精神吧，将军。啊！你，哎呦！哦，将军，遐真吃力。啊，姑姑，姑娘，你认唔着人？我唔是姓杨啊。你敢唔是杨家将？不不不，唔是。 你拄则毋是讲要去搬救兵，通好救恁阿爹、甲恁六哥。哈？你哪在？是你拄则昏迷不醒的时阵，亲嘴讲出来的啊！你，尤将军，你免紧张啦，我叫做温玉英，也是大宋朝的子民，只要你杨家将忠心爱国，我袂害你啦。 温姑娘，是你来救我？是啊，我出去拍啦，真拄好看到你昏倒伫迄个山边，毋则甲你救起来。哦。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属于后五台山，又叫做玉峰山，我是这山寨寨主。哦。 自怜心，托梦啊，条。
死啊！不过现在的七弟已经死了，为何上神救兵已经未到位啊？赵子，为何只剩你一个囝，所以让你冒险逃生，总比困在城中死较好。温姑娘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不过我现在必须要入去庐山来去探听救兵的消息。你救命的大恩，等下我日后再报，请。这种话，我一句话是要对你讲，不过我会阁歹势讲。温姑娘，你有甚物话，做你讲不要紧啊。阮阿爹原本是在朝为官，因为受奸臣潘林美的陷害，才坐死牢中。我唔敢伫咧京中存身，所以才落草为寇。如果这将军若是无去遐，我……你安怎？再讲，我现在心浮中念嘛。
我玉英嘛是真好武艺，用眼帮助你，斗阵去讨救兵啊！哎呀，现在所有的兵，四处都是伫要掠我。万一我若无办法逃出这个五台山，死在了兵的手头，我敢是颠倒会去当五里。那你是想要倒位去啦？你若是真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玉英愿意为你守我一世人啊？ 婚书你答应啊，哈，那安尼咱斗阵落山。燕娇，对啊，这天又过过去哦，救兵又还无来。 你走啊！调兵，无论是今仔日，也是明仔载，就会破城而入。你赶紧趁午夜时分，赶紧。 藏身在这个偏远的五台山，不犯贵族祖坟，无行之后，偷偷设这个私道，使三位兄长的中魂便有所疑惑。大弟，你为什么深夜出城？刚刚幽州城，幽州城。 变是无重用，定真的忘掉，一记的伤心的，伊的是。
在呀，有命的难为，这主人生来呀，着真的道路，心就多，苦叹杨家劫难多。见救兵为何故？莫非其中啊有阴谋？不错，小弟有一个想法，从中一定有人在干涉，故意要陷害着咱杨家。杨家满门作乱，家亲又搁困守在迄个城中，搭地。我无要搁救你，你紧，赶紧倒转去京城，救皇上，即时我救兵来。九公，你紧走。要你呢？唔免搁劝我，我已经是皇外之人，绝对袂搁倒转去。你若回京见到母亲，就替我转达，讲严着，不能进。请去。大哥，大姐，你不能安尼出去，有影有一个办法。咱斗阵来去见，我着要先算问伊看是安怎救兵来来接班。七楼，啥啦？你家己去就好啊啦，我无愿意看到潘林美。是安怎啦？因为潘林美是我杀父修人，伊即摆正受皇上的宠幸，而且佫兵权在握，我看到伊袂当有无报仇，就真啊痛苦，不如莫去。玉英，你搁较忍耐一段时间，等我杨家将若是班师回朝，迄个时阵，我一定会替恁老爸伸冤。好啦，啊无你若毋去，你就踮喺金蕉树下遐等我，我家己一个人来去见伊就好。七将军，老夫知影讲你真好啉，来来来来，咱好好来啉几杯啊，干！慢者，潘大人啊。咱先来讲公事，了后要饮再来饮，你想啥款？你是讲老夫余三元出兵去五台山救了杨尊神？是啊。哎呀，但你急啥物货啦？坐落坐落。老夫本身身为李老元帅，长号十万的雄军呢，保证会当打进五台山，救你杨尊出群啦。安尼啊！来来，啉啉啉，干杯！干就干嘛！来来来来，是讲潘大人啊？皇上回京都已经遐尼久啊咧，啊是安怎救兵到到这个时阵才来啊？哦，所以，七将军，这有一点仔小误会啦。但是老夫袂讲你知，咱饮，饮，来，饮就来嘛。哎，七将军啊，在边界所在，人人拢知影，杨七郎是千杯不醉啊。来，七将军，就这种教诲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对对对，安尼对，安尼对。啉啉啉。
王叔啊，就将军。捆绑起来。